文旦树上结实累累，每一颗文旦都超漂亮。果农采收小心翼翼，力道必须特别拿捏，下手可不能太重。要不要用拇指推一下就好了？好，轻轻推一下，一压就掉了。对，距离中秋还有一个多星期，但灿树台风逼近，七堵农友赶紧通知认养人前来采收，就怕台风把文旦吹落，文旦品质受到影响。他说台风来了怕好会落果，所以我们就趁这个台风前先来采收的。怕说掉的话，哦，掉太多了，落果太多的话，我们还是要补它，还是要补给它。有一年台风来的时候，剩不到三分之一。不仅台风来搅局，今年五月份疫情警戒升为三级，刚好是每年基隆文旦开放认养，民众怕群聚，过去秒杀的认养活动。头一年出现认养不到五成，现在台风来，农场树上全是结实累累的柚子。农友说，能抢收多少算多少。气候吼，就是讲迄、那个前阵仔有雨水，吼啊，但是即阵伫要采收期的时吼，拢好天，所以讲伊的甜分拢出来，吼啊，算真甜啦，很甜。像这个采回去吼，放个一礼拜过吼，伊会较软密，还较好食。往年这个时候，应该老早就满手订单。不过今年买气没有以往热络，农友只能赶紧跟时间赛跑，剩下的只能靠运气。希望台风别造成太大的农损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